没有啊，布列，他们是布列。完全的在那个中州，中州代币了。哦，这样。知道现在有那个有一班900区间车吗？900，我不晓得，我来拍我就是拍到我不想拍我就回去。900区间车大概8点会通过这里的。8点哦，哎，因为他7点半从台中开了，台中啊，他开到台东啊，跟那个3000是同一个行程。8点多就到这里哦。差不多啊。每天吗？你如果是每天的话，我那个改天来拍。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这是破车呢。对。对他开这么慢。是军车，对。就是他要进站了，他会停车，大概停个1到2个小时。停那么久？哎，吊车。